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大盘大涨了112点，盘势相当的强劲，开低拉高几乎收在最高点。我们看一下，今天是一个开低拉高的格局，中场还有82万张的一个买盘一直大于卖盘，从开盘到收盘都没有改变。那我们再回想一下礼拜五的时候，投资朋友开平压回跌165点，礼拜五外资又大卖100多亿，所以大家的心情上都很悲观，都想要卖掉股票，觉得这个盘势没有希望。但是礼拜五大跌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，怎么样？没有跌下来，跌2000点哦。我跟大家讲，你是在这里看空，看空就不对了哦。你在这里看空，那表示你在这里看多啊，懂意思吗？因为跌下来你全部受伤套了，所以跌到那么深之后，你就非常非常的悲观，你就会看空。但是我跟大家提醒，这个地方不是你看空的地方，有没有？这不要告诉你啊，有没有？遍地黄金，有没有？七月的话，我开始买股票了，在我眼睛里面看出去，哇！遍地黄金，为什么？投资朋友，你看很多股票从100块跌到50，跌到40，跌到30，都打三折了。那当然是遍地黄金啊！当初为什么不看好？本利比太高啊！现在跌下来100块，跌到50块，跌到40块，跌到30块，哇！你看这多便宜！只要这公式没有问题，你看这股票多便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在这里卖掉股票啊！那这里呢？这里你要看好啊！你不要在这里又看空了。你在这里看空，那表示你在这里看多嘛？跟外资一样，外资在这里520看万点跌到这里，他说跌到六字头，所以这个方向很多人都做错了。做错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经常都倒着看，对不对？所以在520要做什么？看空哈？为什么？这不是5月20吗？对啊，看懂吗？高档卖出信号出现了，这个点就是5月20号，就在这里啊，有没有？所以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我看空哦，有没有？我看空了，除了这个理由之外，我们看第二个理由，5月21号的图卡有没有？大盘在往上攻击的过程有没有？这段反弹上来是反弹了将近2000点，反弹到这里，我不看好，为什么？它在这里啊，所以你看这两个位置股价是几乎一样高，但是股神线呢，一个在多方，一个在空方，有没有？所以表示这里是一个空头反弹而已，它会再打回来，有没有？你千万不要去接，你接了以后你就完蛋了。这个地方就是5月21特写，看到了吗？就是9309啊。看过来，就是5月20号附近啊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个最高点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我不看好，往下看，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了空头反弹，因为它主线一直都没有翻多，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绝对不能追，这个地方追上去你会被断头，有没有？就在这里啊，看懂吗？最后呢，2200点跌下来了，很多人都被断头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段，跟你讲，不能追就是不能追，后面呢掉下来哦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不但这个7300点都跌破，我现在715，有没有？所以说不能追就是不能追，你看这个多珍贵啊！如果你今天有股神系统，打开大盘的画面，把777就是大盘的周线，你就会看到这个图了。5月21号，你看到这个图，你就知道这个地方不能追。你不能追，你就不会追，你就不会赔到这一段2200点左右的大跌。很多人在这边受伤断头了，哇！所以你看，有股神系统是多么珍贵。当你看完这两张图卡，是不是感慨很多？你这一段是不是受了很大的伤害？为什么，投资朋友？因为你没有股神系统啊，不是吗？所以你不晓得原来这地方是一个空头反弹，最后它真的跌得跟猪头一样，看懂吗？所以在520最高点是要做什么？5月20号，看懂吗？要做什么？没有股票要卖光所有的股票，懂意思吗？要卖光所有的股票，不能再报多单了。这是普通会员的持股，二合一就是股票跟指数了，来，特别会员的持股，多单，对不起，出场了，看懂吗？广银获利出场，入袋为安，只剩下空单而已，空台匪，看到5月20号，这个不是大盘的最高点吗？对啊，就在这里啊，就是9309啊，懂意思吗？就是这里啊，5月20号的传真稿啊，就在这里啊，5月20号啊，看懂吗？往下看。多单没有了，一档都没有出场，获利出场入袋为安，只剩下空而已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看这样的操作，5月20号啊，你看起来是不是很珍贵？在这里啊，要卖掉所有多单，反手给它放空下来，哇，真的是100分啊，是不？投资朋友还要跟你讲哦，5月27的图卡，大盘在这边震荡整理，大盘拉回5天了，我跟你讲这边震荡整理的过程。融资暴增啊，股价是说真的是没有跌哈，但是这段融资暴增500多亿，告诉你筹码面非常非常的凌乱，筹码整个主力法人大股东丢给散户就是你，这下场会怎么样？一天翘起耶！投资朋友，你看这张图卡，5月27讲呢，你看这多珍贵啊！如果我当时跟你讲，你有听进去，后面这一段跌幅你就不会受伤啊。
董事长不是跟你讲说不会涨，这挑剔啊，有没有？大盘是算是没有跌哦，有没有？跟震荡而已哦。最后呢，融资暴增了500多亿，那融资是谁？就是散户嘛。最后很简单，这个下场一定是非常惨的。所以当你看完这些珍贵的图卡，投资朋友，你再想想这一段2200点左右的跌幅，投资朋友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有没有？这一段就是这里啊。当跌到这里，很多人又看空了，很奇怪哦，一点都不奇怪。现在看空的人就是520看多的人了。为什么他会看空？你看输光了，没钱了，心里悲观了嘛。你有1000万，跟你有口袋里面有10000块，你想法绝对不一样的。你有1000万人，你一定很乐观的。对，哎呀，是不是有适当的机会要帮助别人啊？救济一些贫困的人。有10000块的人，朝不保夕，晚上都不晓得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这10000块租房子，连押金都不够。他想法一定很悲观、很消极的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如果你做错方向以后，你现在的判断一定是错误的。为什么？你钱变少，你压力变大，你思绪变乱了嘛？你判断怎么会正确呢？所以你在这里做多的人跌下来2200点了，你现在在这里看怎么会对呢？你在这里看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想卖，什么股票都不好。但是我刚好跟你相反，因为我在这里卖掉所有股票，所以跌到这里，投资朋友，我非常的看好。我看什么？我看遍地黄金。为什么啊？股票从100跌到50，跌到40，跌到30，那不是遍地黄金吗？一张可以买三张，你在520买一张股票，现在可以买三张了，那不是遍地黄金是什么？投资朋友，你觉得你这一波有没有做错？如果你不懂认同我的观念，那表示你做错了嘛？懂意思吗？投资朋友是不是很可惜？你这段要做错哈，所以想想看，你这段是不是很可惜？哇，那现在呢？这段2200点跌下来，你是不是尸骨无存了？啊，输到快脱裤子了啊，输光了。那、啊、现在呢？特写，你很悲观，有必要吗？没有啊，这哪有悲观的理由啊？看懂吗？投资朋友看懂吗？哎、欸，今天是7月7号哦，因为这个频道不能放重播，我再跟你讲，你要注意听哦。现在如果你很悲观，你将来会后悔。不要说我没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很多天了哦，不是今天跟你讲了，怎么样啊？不用怀疑哦，这段下跌的过程，2200点左右的过程哦，来，从5月20号就是大盘的最高点的底下哈，最高点这里跌到7月1号，大盘重挫约2000点，这段期间我没有买进任何一档的股票，怎么样？没有买进任何一档的股票，买到就完了，买到就断头了。当然没有买，搞不好是手上股票一路爆下来，很多人都没有买，但问你手上一路爆下来，那个也不行，懂没有？没有买进任何一档股票，也没有任何一档股票套牢或者是赔钱，签名在这里、哦、不用怀疑、啊、100%保证，绝对不会骗你。这一段很多人都受伤断头了，我知道，很多人都很悲观，很多人都很痛苦，我知道，伤得非常重，融资断头追缴，我知道啊，懂没有？这是你的伤害，我知道啊，为什么？啊、看融资就知道了。你看这一段大减将近607亿，这一段哈、哦，现股还不算哦。所以很多人受伤，很多人断头，包含很多有头有脸的大明星。大明星在秀场里面是一个大明星，是一个大牌主持人，在股票市场里面也是一个小散户而已啊。叫什么输个招了？有没有？有啊。你看这段跌下来，张飞赔掉一栋3000万的房子，他是股市，他是啊娱乐街的大哥大，对，赔掉一栋房子3000万。购物天后丽晶赔掉3000万的一半，1500万，投资朋友，那我想也不会好到哪里。为什么？啊、因为他们就是散户啊，散户永远都是输家嘛。他们有没有判断正确方向？永远在追高，永远在杀低，高档拼命看好，低档拼命看空，这个就是散户的特性啊，没错嘛。这市场告诉我们是这样啊，所以这一波说真的，投资人输得很重，伤得很重，很多人。健康的身体进去，残废的出来；开便乳进去，骑脚踏车出来，啊，真是惨不忍睹，啊，非常非常的痛苦哈、哦。你看这一段就知道，这么多人受伤就知道哈、哦。很多人开宾士进去，骑脚踏车出来啊，为什么输光啊？这多可怜啊，投资者。但是没办法，股票市场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不会做，进去很简单，就是缴学费，而且缴不完。你也非常非常的痛苦哈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当然，政府最近有一些动作啊，但对不对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。陈树，金管会的主委哈，就这个人啊，新任的一个主委，他说，因为外资下看到探喊到六了哈，现在七跌到7字头，7000多，他说看到6字头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陈树说啊，不认同，他看空台股，你把证据拿出来，外资你拿不出来，我就要查办你，这样对不对？我说真的不是很正确的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那为什么这样讲？投资朋友，这么多人受伤没有错啊，所以政府要替这些散户来出气哈。有啊，你看他们就是啦、啊，大明星叫熊嘛是丢狼熊哈。投资朋友，你看这些人跌下来2100点啊，2200点左右，散户
你看伤了这么重，没有错啊。你看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啊，叫熊啊，赔3000万，赔1500万。所以当市场伤这么重的时候，我们政府出来说要做一点事，投资朋友当然是很好，做一点事当然是很好，啊、不然要政府干什么？但是方向不要搞错了，这一波让投资人受伤的是谁？投资朋友是外资吗？不是，外资也受伤哎、欸，外资9000点的时候也是看万点哎、欸，520也是看万点哎、欸。外资在520下来，他没有大卖，是最近才大卖，他还是卖到地板上哎。所以外资是因为啊这个害台股的人，其实外资不是，外资他只是一个想要到台湾股票来赚钱的人，他没有义务帮我们护盘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政府你不能说啊，你只能看多啊，不能看空啊，叫外资不能看空，这是没道理的。他还是要来股票市场赚钱的、啊，但是他这次也受伤啊，所以今天说什么要去办谁？不是办外资哦。同意是吗？啊，他去查办外资，我不是很认同哦。要是办谁？投资朋友想想看，大盘这样跌下来，跌了将近2000点，市场伤了这么重，对不对？跌了快2000点了，市场伤了这么重，不是一个人受伤了，这不知道多少人呢，千千万万呢，对不对？几百万、几千万的投资人受伤了，所以要去查办谁？想想看，大家想想看，我们刚刚讲过，外资也受伤，他还是很可怜的、啊。第二个，外资也没有义务帮我们护盘啊，所以你不能说他不能看空啊。他在美国一样可以看空，在欧洲也可以看空啊，所以不能说到台湾来，我们是个民主国家啊，但是我们制度跟共产国家一样，不能看空，只能看多，这不行哦，这传出去被人家笑哦，对不对？那请问这一波伤得这么重，到底政府出来要查办谁？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到底要查办谁？对啊，是散户伤得很重啊，那查办谁？我跟你讲，要查办这些人，你想想看是谁？等等，这一波是谁把你害成断头的？是谁让你1000万进去赔不到200万出来的？啊，开宾士出去，骑脚踏车出来的，健康的身体进去，残废出来的，手也断脚也断了，被断头了、啊。是，请问是谁？大家想想看，是谁？就在520看10000点了，不是吗？在这里说他说要上10000点了，是谁？他们把你害死的、啊，不是吗？520看万点，而且下跌的过程一路讲多做多买多，什么股票多好，基本面多强，对不对？我、哦、又是什么股票什么股票，最后全部害你断头，家破人亡，有没有？这些人害死了投资人呢、欸？是在查办这些人呢、欸？这些人在哪里？90%都还在这个台面上啊！你看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处罚，投资朋友，这对投资朋友公平吗？所以政府要查办谁？要查办这些人呢、欸？不要搞错了，一半外资哈，投资朋友，所以政府要查办是这些人。那反过来，既然有人做错，少数人也有人做对啊，当然做对很少，没有错啦，那做错你要给他处罚，做对要给他奖励啊，那不然社会就没有公平了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那这些人要处罚，没有错啊，害死投资人这些人，现在都在台面上讲了，对不对？520看万点，一路讲多做多买多追多，最后他会员惨赔断头，家破人亡，这些人要严格的给他处罚，最少停牌半年，不能上节目，这才有道理啊。那做对呢，要奖励，要发奖牌。发奖状，公开表扬，请记者来采访，应该这样才对嘛，不是吗？对啊，520卖掉所有股票，反手做空，大赚一条牛。如果今天散户都这样做，那怎么会受伤呢？就算你不空，你至少不要买啊，不要买就不会受伤了嘛。散户为什么受伤？520一路买下来，买错还加码摊平，最后断头，不是吗？应该这样做才对啊。那很可惜，市场只有一个人，在哪里？就在这里啊，不是吗？先讲很多天了，好、哦，520到7月1号，大盘重挫2000点，这段期我没有买进任何档股票，啊、哦，当然除了没有买进，不能说高档一路爆下来，那也不行，也没有任何一档股票套牢或赔钱，签名在这里。你今天如果跟我做，怎么会受伤呢？昨天不是吗？那你要找谁？你就是要找我、啊，你要找第二个人吗？今天谁敢这样讲？没有人敢这样讲，为什么？都做错了，怎么是很可惜？股票市场真的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吗？如果没有人可以帮助你，那你输死就算了，没有人可以帮你啊！就算一个人得了很重的病，癌症得到绝症，没有药医啊，没有药医算啊，没有药医就等着死啊！那如果有药医，你又不医，那你不对，不是上帝不对，你不能怪老天爷。明明有一个医生可以帮你救你，可以把这个药把你医好，你又不去找他，你怪老天爷，那不对哦，懂意思吗？懂没有？所以如果有人可以帮助你，又不要，那怪你自己哦。你不能怪上帝，你不能怪老天爷啊！谁可以帮助你？在这里，签名在这里哈，不用怀疑、啊、就是我可以帮助你。投资朋友，想想看你这一波做对了没有？现在呢？现在大家很悲观，我知道。我已经告诉你了，遍地黄金哦，不要悲观哦。来，为什么？7月2号讲了哈，大盘跌到这里7300，反弹大涨
2000点，在这里的时候融资维持率剩下133，现在跌下来剩下132，所以你在这里悲观有道理吗？就像你在这里悲观也没道理啊，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投资朋友，那请问既然不悲观要买股票，那到底要买什么？来，公开告诉你，这是融资大幅减肥的哈，减肥越多越好啊，因为筹码洗得越干净，这样的反弹力道越大。法人陆续买进的电子股哈，不要搞错方向了哈。来，第三个，请你找领先大盘落底、股神三线翻多的股票，用股神系统999自动搜寻，你就会找到了。这些股票总共大概40档哈，不多了。有没有看到广宇哈？就这么多，有没有？那我们看看这些股票里面，典型代表就是广宇。7月2号，我再跟大家讲一档股票，叫做广宇哈，这个有不？哎，拉涨停板哦。这是我们7月2号啊，从520以来第一次，520跌到2000点之后，第一次买的股票就是广宇哈。哎，攻涨停板哦。为什么啊？原来在这里有没有看到特写？有没有看到42块出现买进讯号？有哈，所以要买进做多。来，隔天又拉一根涨停板，看到吗？恭贺第二根涨停，广宇哈，来看到吗？哎，越来越漂亮了哦。来，礼拜五，同没有？礼拜四，哎，两根涨停板了，有没有？两根哦，好，没错哦。礼拜五压回，不用怕哈。为什么不用怕？股神线没跌破，怕什么？哎，今天差一点又攻上涨停板，有没有？有哈。看到吗？快要3根涨停了哦。所以很多人他很悲观、很绝望，有必要吗？你一个不小心3根涨停板了呢，欸，就是21%呢，差一点点哦，今天没有涨停，差一点点哦，差一点就3根涨停了。所以很多人很悲观，我知道，投资朋友有必要吗？没有啊，这个不是你要的吗？这个不是你要找的吗？你看到这个代表什么？来特写，你看到这代表什么？你们看到3000蛮多。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投资朋友，请问它代表什么意义？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不晓得，我告诉你，它代表4个小朋友。什么叫4个小朋友？来，就是这样，这个是新台币了，看懂吗？哎，有4个小朋友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4个小朋友在看地球仪哦。当你看到股神性拉起来，就是等于这4个小朋友，听懂意思吗？哎，就是有钱人赚啊，懂意思吗？不要搞错了哦，从42块翻多到今天收盘48块了，6块钱了，一张就是6000了，10张就6万了。6万欸，很多人一个月薪水赚不到6万欸，所以有没有行情？有，你找到股票就有行情，你找不到股票绝对没有行情，这不是最明显的例子吗？投资朋友，所以我想这个该买的股票在哪里，让我来引导你，股神系统会帮助你，投资朋友懂意思吗？这一波做得不顺利的，欢迎电话打通，来得及吗？绝对来得及，为什么？刚刚起涨而已啊，你不要等到这样的涨一波还涨六根的，老师我现在是汤杯啊，不汤杯啊，6740K40%，老师到底要不要买？犹豫不决，当你受不了跳进去，刚好是我会卖股票卖给你，昏倒，你又昏倒了，你又昏倒了，那我就不晓得怎么帮你了。现在绝对来得及，不要等将来再后悔。电话打通最重要，我们进入广告，再回到现场。你总在找一个重要的理由才能下定决心戒烟，试试看这个。因为戒烟，你可以有机会看到孩子长大，参加他的毕业典礼，或者是挽着他的手把他嫁出去。当然，你可以不戒，然后可能失去这一切人生最珍贵的时刻。为了爱你的人，更为了你爱的人，快把烟戒了吧。戒烟及早，生命美好。神通投顾，值得托付。02-2781-3900。我发觉，真正的幸福就是每天感受到一点家庭的爱。感受家庭的爱是需要学习的。专业合格的家庭生活教育师，是建立家庭爱的基础。家庭生活教育是生命教育，终身教育也是科学教育。让我们每天都感受到家庭的爱。台北市家庭生活教育推广协会。什么都不能跟人家比，谁像你一样没有用啊？
欢迎回到现场，我们看看指数的部分，今天做一个有效的反弹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来礼拜五的时候压回跌196点，为什么礼拜五不能买？有没有？哇，那是空方控盘啊！你再往前看，从礼拜五、礼拜四、礼拜三、礼拜二、礼拜一到上上个礼拜五，有没有？礼拜上上个礼拜四高档出现卖出讯号转空了，到上个礼拜五根本没有买进讯号啊，所以你去买多单当然是不对啊。那今天呢？今天不一样哦。投没有开平拉高哦，今天涨155点。今天什么格局？哇，那今天是多方控盘，所以你今天去放空是不对的，你会被嘎死，懂意思吗？来，投没有？我们看一下，到底翻多了没有？从上上个礼拜四压回来，投没有一直修正到这里，浮线翻多了、哦。那请问主线翻多了没有？投没有？这是我盖的，我当然知道啊。那如果主线翻多了，要进场哦，会有钱赚哦，懂意思吗？如果你没办法掌握到这个，你就赚不到钱哈。那你有股权系统，你就可以掌握这个点了。看完指数，我们来看看股票。来，股王宏达电，昨天跌停板，今天又跌了18块。那你看一下，从高档888跌回来，已经跌掉248块，一张248。你如果买到这种股票，真是昏倒哦。几乎大盘呐、来到了相对的一个低点啊，几乎要破底了，懂没有？所以想想看，如果这档股票在高档，有人告诉你转空转换卖，哇，那多珍贵啊！可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告诉你，就是我哈，在这里哦，真的吗？6月5号，一个月前哈，有没有在这里跟你说跳起啊，赶快跑，不跑会没命哦。就在这个红棒啊，这里哈，嘣，看懂吗？所以说没有在这里多少850。那请问你要做什么？你会觉得他已经快死了，再跟手指头给他压，他就死掉。这么脆弱有没有？所以很简单，这股票绝对不能买，岌岌可危哈。来850要空它啊，你不空也可以避开哈。有没有掉下来？有齁，是不是跌跟猪头一样的？恭贺赚钱齁，两笔空单120150，一张150就15万，100就12万，27万了。钱好不好赚？钱很难，很好赚啊，但是你要有方法齁，有方法你就赚到，没方法你就赚不到。反弹高盛看好，外资看好齁，强力买进，真的买了10000多张齁，买这10000多张将近买了100亿了。外资买宏达电买了100亿，那又怎么样？投资没有，他买了100亿啊，我照常空他。6月23，他看好我看空哈，为什么在这里哈？叫熊的康，看到吗？730、704，康伟又掉下来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很多人说，股票操作好像很难哎，看外资又怎么样？外资买100亿，叫熊买是康伟，有用吗？没有用啊哈，来，啊，睡啦，这边这太完美了哈，赚118、117、124、94，你看多完美哈，228块哈，每次都赢百发百中。看完这些图卡，投资朋友是不是感到很感人？真的很感人，投资朋友，没错哈。当然去年赚更多了，去年做一整年的宏达电做20次，总共获利920块，每次都赢百发百中。很多人看完这张表不大敢相信，老师你那股神呢？对，但是你看完下面这张表，你就觉得没有什么了，很简单的哦。真的可以赚这么多吗？看这里，13次就赚683了，为什么？空方的专业啊，这不答案在这里吗？最后总共做了20次哈，这里是13次683，最后总共做20次924块，每次都赢百发百中。我做宏达电没有失手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这是股神系统帮助我的哈。来，我们看看大盘的格局，现在跌了2000多点，很多人很恐慌。我跟你说不用恐慌，为什么？融资维持力达到最低点了，这个地方将来反弹力道会很大哦。来，要买什么股票？融资大幅减肥的，法人陆续买进的电子股哈。第三个领先大盘落底股神三先翻多的股票，这些股票你买进去，将来钱你会赚不完，真的吗？举一档股票做例子，来，叫什么股票？来，第一个叫做光宇啦哈，来，好不好？有啊，7月2号第一天买进哦，从大盘520跌下来，7月2号开始进场买股票，之前都没买哈，一档都没买哈，来，开始买，买完马上涨停板，恭贺涨停板，所以哈，为什么？因为三先正式翻多了哈。开始买进42块，有没有？买进讯号出现，翻多喽，拉涨停板哈、哦。第二根涨停，恭贺第二根涨停。为什么？看到吗？没有错哈、哦，三线持续翻多就继续爆，两根涨停扎扎实实。上个礼拜五压回不用怕，为什么？看到没有？不是个 U， 差点个 U 涨停啊，看到吗？是不是要创新高了？为什么？因为股神三线持续翻多，看懂吗？这样是不是很简单？你就会做股票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股神系统，那就跟着我做也可以。很多人现在很悲观，我知道，在这里很乐观，有没有？在这里很悲观。你在这里买2张，跌到这里，我可以买4张。为什么？因为是股价剩一半，将来反弹上去，你一张还是一张，我的一张会变4张哦。
有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买一张，我买两张；你买这里买一张，我买两张啊。将来反弹上来，我两张会变四张，你的一张还是一张啊。这就是股票市场输赢最大的差别。看对看错，那个代价实在太恐怖了。有没有？现在你是很想找一些股票能够帮你反败为胜，把过去输掉的钱赢回来，有吗？在哪里？有没有？或许广敏你不敢买，我如果没有带你不敢买，没有关系，还有，有啊，这些都是啊，有没有？这些股票都有机会帮你反败为胜的，懂意思吗？还有吗？有哦，来，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每档每档讲。哎，这档股票到底什么？看一下，这上个礼拜就讲了，哦，原来是洋字，七月二号就讲了哦，哇，看到吗？有没有？你们拉起来了？有啊，今天又攻涨停板了。所以你说股票市场怎么操作？很简单，透过股神系统来帮助你，很多人生的梦想都可以实现。过去输掉的，我帮你赚回来。电话打通就这样，明天再见。